郭振是谁啊？郭振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，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。安贤，我认真的问你，这个消息可靠吗？我认为是可靠的，因为高启祥没有必要骗我啊。这高启祥是怎么知道的？不重要啊，这个人才最重要。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？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，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，徐江就好办了。我是这样计划的，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，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，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，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，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。师傅，西平县跨省，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，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。